各位朋友，大家好！网上的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啊，这个一同和这个和我一起来学圣经啊，也实际上你是和斯多德博士和王浩然牧师一起来学圣经。那么呢，我们现在学的是什么呢？啊，华人圣经一年通啊。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三讲啊，第一周的前面三讲，我们现在呢要学什么？第四讲。那么第四讲是什么呢？是清新的创造技术。Okay， 那么清新创造技术，神说要有就有了，神看着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九到十节。Okay， 啊，常听有人说，有人呢把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拿来和近东创世传说相比啊，特别是巴比伦史诗啊，伊努玛利珠，并呢这说啊，相近之处令人吃惊。事实上呢，真正惊人的不是相近之处，而是相异之处啊。创世纪啊，不仅没有抄袭巴比伦的记载，反而严厉批评他的神学、巴比伦神之没有高尚的道德、喜怒无常，说好勇斗狠。大神啊，这个玛把主母神帝亚莫击杀啊，将尸首一分为二啊，一半变成天，一半变成地，能够转离如此粗劣的多神论，进入创世纪第一章一神论的世界，叫人耳目一新啊！一切的创造完全出自神，独一圣洁的神的命令。按照启示录所说，天上永远的敬拜正是以造物主为中心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神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哎，那么科学家呢，至今仍孜孜不倦地探求宇宙的起源、本质和发展，但在神学上知道万物啊，万有皆由神所造，皆凭神简单而具权威的命令，按神的旨意而有，就足够了。创世纪一再重复着神说啊，又说神看着所造的是好的。因此我们要在神的创造奇功上欢欣喜乐，不论是饮食、婚姻、家庭和艺术和音乐、飞禽走兽、昆虫、蝴蝶，或者是别的东西，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啊！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摩太书四章四节。Okay， 那么今天呢？我有个感动啊！刚才给大家读的是那个，中文的。那么现在呢，我趁这个机会呢，也这个用一分钟的时间呢，读一下英文的。我想呢，为这个整个这个视频呢，这个会增加很多色彩哈。OK， 特别是对一些英文的人哈。The light of the darkness,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Genesis 1:3. OK, The little territory Israel was sandwiched between the mighty empires of Babylon to their north and Egypt to their south. And in both countries, some form of the worship of sun, moon, and stars was popular. And in Egypt, the center of sun worship was On, and whose Greek name is Heliopolis, the city of the sun. A few miles outside the Cairo in Babylon, astronomers had already developed elaborate calculations of the movements of the five planets, and they knew and had begun to map the heavens. 刚才呢，我就给大家插入了点英文哈。这个圣经一年通啊，它这个原文的英文怎么读的？我想呢，我们华人很难听得懂哈，是不是啊？所以呢，那么这里呢，我看到就是清新的创造的技术，哎，那么创造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有一些详细的东西哈，它告诉你呢，要有就有，哎，那么要有就是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是有水就有水啊，对吧？那么这里呢，那么斯托德博士啊，特别关注的什么呢？那个这个这个创
这个圣经啊，神这个一神论的创造和那么过去这个啊近东地方啊，就是这个巴比伦史诗啦，或者是埃及啦啊，他们这些神之那个有什么不同？哎，有人呢就误解了，他说啊，这个圣经的创造呢和这个当时呢巴比伦的史诗啊是个相近似的，或者是非常有惊人的相似。其实呢，他没有看到最根本的差别的地方。OK。因为他们的巴比伦呢，他们那个中近东呢，他们都是多神论啊，并且他们这个神呢喜怒无常，而我们信这位神是什么呢？是圣洁的神啊，是大爱的神，仁慈的神，对不对啊？是仁慈的神。而这位神呢，而且是独一的神，他说起初神造天地，说其他的都不是神了，他造不了天地的。OK， 而且呢，并且是神是单数格，是吧？那么我们提到我们圣父、圣子和圣灵，而且这个时候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也不是分开的，他只是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啊，成为一个完美的统一体，一个结合，是吧？OK。那么并且这种创造呢啊，是神说有就有，所以说这是一种命令啊，就是我们一种命令啊。那么我们看到你说上面是个司令官，他说你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啊，说有什么就什么有什么，对不对啊？这就有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宇宙的创造呢是啊神来创造的，而且是独一的真神来创造的，而这个创造的时候而是什么呢？是圣父、圣子啊、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们这个合作来创造的，right？而且创造的时候啊，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命令啊，他怎么说有什么就什么，他没有说的就啊，他没说没有什么，那也不见得有了，是吧？对不对？那么呢啊，这个所以呢，那么并且他创造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好，他创造的这个都说是好的 ，OK， 都说是好的，他没有说创造某一样是不好的 ，OK， 某一样不好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把这个神造的东西哈，不管它是水，还是太阳，还是月亮，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么在神的眼里都是好的。那至于啊，这个现在我们说的啊，现在新冠呢流行这个病毒啊，这个呢并不是神的本意啊，是并不是神的本意。本来这个新冠呢，它也不见得现在在流行，是人的过失、人的罪啊，这个导致了这个问题。那么下面会明白，好不好？OK， 那好了，那么今天呢，把这个第四讲清新的创造技术啊，要有就有，给大家分享完了。